是是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哎，里头有一个，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哎，喂了，亏了，这小子摸了我一下，拿了点money，我也拿5块。 竹筒现在还能无限E了吗？肯定是不行了，早就不能了。好像也能，是不是？戒备眼石呗。只不过得打辅助，要不然买不了这个戒备眼石。 海南，我们就慢慢玩啊，慢慢补。越急的海南越玩，一定是不急，谁先急谁玩。你看，打急了，哎，晕你。 急不？你急不急？我就问你，你急不急？急不急吧？急是不急？要兵用好暗影。 那不补啦！啊！救救！他换我们就没办法了，我都给他透点盐了，这蓝圈一点不怕呀，硬往脸上怼。
均衡存乎万物之间。为什么出赛刀？因为赛刀好补刀。还得加钱，多好。什么意思？这蓝圈没完了，我六级电耗了，你也敢来呀？急如风，好吓人呢，剑母。我操，这给我扎死了，坏了。快出门啊。二杠九直接狠狠拿下，我操，二杠九啊，我们家，我才发现呢，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死一次。稳住，稳住，我们能赢。啊哈！哎呀！我操！对了，我现在变成二打一了，一打二了，一直来呀！我们家的打野在干什么？均衡存乎万物之间。妈的，那蓝枪住这儿了是吗？
你喜欢住，喜欢住，喜欢住。小兵别空单都来了，这打是一打二，这他妈一打三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还打不了字儿。你说你他妈你俩的中路你就别去中了呗，不行你往我上路走一走呗，非得你妈去中。那零盖七你老去的干哈玩意儿呢？我们上吧。这回怎么又不走位了？艾欧尼亚万岁！家伙，这都能跟我打一打了？不太行吧，赶紧吃塔皮。急如风，存乎万物之间。完了，你还打峡谷先锋？我们上吧。你倒放两个技能啊，哥！你别让他掉血。二塔能拆的话还可以，死了，不追了。好好好，
哎，我闪咋没闪出来呢？我也闪了呀。哎，我想给他垫了试一试。你先给他电倒，电晕以后我再闪。小贪了一内内，兄弟，小贪，直接来个猫着吧，怎么样？你们觉得呢？猫着行不行？哎，这把不出猫着，这把先出这个。好了，补一个小法球。这把不要猫着，这把猫着没用。这杀他我都没想用这个闪现，我想用闪现，我第一时间就用杀，用闪现感觉没意义。我闪现有更大的用处，不过他开大了，我不闪还杀不了。小可爱呀、好小可爱，上去勾引他们。建模干啥呀？要死啊！哎！哎！打他一下，让他退。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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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刀子挺有意思的，敢这个样子打我，可以大龙来吧。我们仨
算了，我放技能吧。啊！给他打跑，给他打跑。不追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！塞拉西来了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我要不要美甲窃魂卷呢？我来一个吧。老来上波都直接二十来层了，完了再出个钉就完了，出个猫子。我们上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耶！好，好，中推。包着活了，我建议撤。哎，我一没有查克拉了，我操！我应该留点查克拉的。我会把那东西拿回来的。别应该是。你要回头 Q 一下，是啊，没算好查克拉，我需要一个蓝 buff。出点啥呢？急如风，还是出钉吧。飘傻了，如果要硬追也不是不能追。没有大呀，回音看你的了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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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家有回音，有伤害。哎呦，这个地方。溜啦！急如风。出个钉，
下波薅着没闪，没闪现，你怎么玩啊？下波薅着没闪，我闪现把他电死，电死完事以后，我们再打个大龙。干啥呀？我要电啦！我来，我来。我打大龙，均衡，存护万物之间。换点啥呢？要鞋有没有用？不要了。396，只得给他们电死。1046，啊，369的移动速度，369。哎呦我操！区区有点高啊。只要能打中还是顶疼的，能不能谁把小龙打？是跑的有点慢啊。没有兵线啊。我有大，我有大，我有大，薅着有疾跑，能减速他一下吗？那我就先电，先电你，叮，给你一个 Q， 太难打。小可爱是不是个妹妹？爱你从始至终。
看看输出8万，我的不说8万。